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《巴肚枵啊》，我是你是记者王华坤。在咱闽南嘛，有一项灵魂调料叫做葱头油，在一寡真有闽南特色的菜品当中啊，拢会加入这款配料。今仔日啊，华坤要带大家来试看卖一项充满葱头油香味的小食，就是油葱粿，向着美食的方向，到店来去试看卖咯。即阵呢，咱就马上来试看卖这个真有厦门特色的油葱粿是啥物味素。这油葱粿外口这个粿啊，口感可以讲是非常的 Q， 而且内面的馅非常的丰富。内面的内馅咧有肉，佮有虾干、虾仁、香菇、马蹄，可以讲是非常的丰富。搭配上酸酸甜甜的菜头笋，佮有厦门的辣椒酱，可以讲是口感丰富。唔知影屏幕头前的观众朋友，你是唔是有试看卖这个厦门的油葱粿咧？冇呢，对啊，五家粿，上海阿金龙家。没有，有吃过。牛葱粿没有吃过，没有哎、欸。龙岩张平的话我吃过，没有哎、欸。它咸量也挖贵，我会想试试看。啊，主要是伊的生辣，生辣啊，这个炒菜头生辣，加酱料下去，然后加上 QQ 的口感，蛮闽南特色的，它是很 Q 的，就感觉说有那种海的咸，然后又有那种海鲜的香味，再放一点那个什么花生酱啊、甜辣酱啊，就很有那种厦门的特色。在海峡对岸的台湾，也有一款非常有料的小食，伊的外皮也是 Q 弹弹，内馅丰富美味，看起来啊，甲这个油葱粿佫有淡薄相像，伊就是来自台湾彰化的鲍鱼。听讲这个鲍鱼啊，做法佫有无相款的，有脆的，佫有用煎的，咱到底来看卖这个鲍鱼是甚物体？这一间是第一届来家，没有吃过，没有，我没听过。热巴鱼是晋江的出名啊，应该会不会就像我们这边那种贡丸一样，然后里面可能会有包那个肉馅，嫩嫩的。刚刚要想个鱼肠粿迄个，对啊，伊这叫做鲍鱼哦，肉的馅料就侪，啊，汤头个就好。我们台湾的肉丸吼，伊只经店食起来就是伊个皮嫩嫩 Q Q 不停的，鱼肉丸伊可能太平价钱侪，打开它 Q， 啊，只种嫩的，打开就有点化开这样子，啊，再把打开汤汤，啊，我们鱼肉鱼汤的安尼。其实啊，无管是油葱粿还是鲍鱼，随着大家口味的变化，伫个配料佮做法顶头，一直不断的创新佮有发展。不过一直无改变的，就是迄份传承的古早味。巴肚枵啊，食饱饱，那是你佮想要知影甚物两岸的美食，欢迎你佮咱的这评论区来留言，咱下一期节目再会咯，拜拜。